劳动者的眼界，探空来的世界。有一组一组的矿工，那他们是蹲着或者是站着，然后在采煤矿。在照无日头光的所在，描绘生命的尊严。他看到这些矿工为了生存，他就必须冒这个生命的危险，然后到坑里面去工作，所以他就会继续来画他们。四月七十礼拜暗时七点半，代志挂大条，矿工画家洪水林。